这是我提前在墨西哥被抢劫的经历，现场还原一下画面。Se la rompieron, ¿verdad? Sí, güey, se la desmadraron aquí, güey. Se la cortaron. No, sí, porque estaba sellada, güey. ¿Qué se fue, güey? Bueno, hermano, no te... Todo, tú, me...那两个墨西哥帅哥一路陪伴我到旅馆安顿下来，我在旅馆里平息自己的情绪。这是我环球骑行追梦路上遇到的第五次抢劫。就像墨西哥帅哥临别时所说，墨西哥有坏人，但绝大部分老百姓是友好善良的。我也是带着这份阳光的心态骑行世界，穿梭在地球的每个角落。我收拾心情离开卡门，继续前行。朋友听说我在卡门遭遇了抢劫，联系他的朋友招待我一下。我现在从阿拉斯塔，卡门方向去啊，就是走回头路啊。唉，有个好兄弟介绍的啊，说卡门有一个朋友在那，那朋友开车过来，我现在就往回走，和他相遇吧。天色已经黑了，我就不能停下来等，因为蚊子太多了，骑着蚊子也不咬我。但是停下来肯定咬我，而且是群殴。哈哈啊！哦，深夜里来相会啊！哦，好可怕是吧？蚊子好多啊！哈哈，老王你好，你出这么远了？今天骑的还是什么时候骑的？今天骑的，就今天一天是吧？早上出来的啊？不是，中午。应该是吃完午饭了，然后吃完午饭出来的。嗯，好不好上啊？等一下啊，我觉得可能要把行李卸下来。对，卸行李。你这个车有多重？车是很重，两个人是可以抬，但是有点重。嗯，那个没事，我卸一下。卸一下。夜间行车还是挺危险的，但是墨西哥热啊，没办法。只有晚上。对，白天你晒的受不了。就是一般像中午吃午饭的时候到下午3点基本上都休息，对，这个时候阳光是最足的，就夏天可能更热哦。夏天现在算好的了啊，现在算好的了。我说夏天应该更热，热的要死啊。夏天，对啊，夏天可能更热，说坎昆都热死，好像地表温度气温都40度，四十多度没问题啊，直接晒爆。我就离开这个卡门的时候，那个中午我菜什么都买好了，我怕就是说路过的时候啥也买不到。你自己做饭是吧？对，又回来了。还有玉米的，还有啥？玉米的和六七片的。哦，梁总，我都吃过。喜欢吃哪种？玉米的吧。玉米的，好呀。我对这个倒没什么那个。玉米的吧，小一点，可以多吃一点口。对。这个骑了40公里，又被拉回来了。墨西哥山吃起来啊。喝什么？啊，你。这边有饮料，也有啤酒啊，你知道？啤酒啊，有那个什么的。哦，还是我就自己买，我记得好像自己买。对。啊。他这个就是墨西哥买酒都是限时的，是吧？啊，限时的，他一般会到。反正那个我到那个就是我擦擦屋啊，就是我有的时候柜子里有酒，他不卖。我这拉一下，哎，怎么锁上？他会锁上，他就现实了是吧？嗯。No necesitamos, es que tomamos aquí。哇塞，这个够大了。可能80。这个我看过最大瓶的。现在呢？哇，看走在路上的人都很豪放。来，现在来吃这个。他的目标是走到美国，然后从柏林那边骑过来，然后坎昆也去了哈。啊，去了。
没抵达应该去了。是的。不是你还没去吗？我没有去。太大了。啊。但是喝着爽。嗯。那你下一站打算去哪？我今年是目今年提到阿拉斯加。对，所以说这个月我是打算去完墨西哥的。那你是下一站去墨西哥的，是到美国？要不到墨城？啊，不是，我不想去墨城。你直接从坦皮口上。我阿拉斯加结束后再考虑，要不回来？不是骑回来，就是可能把自行车飞到那个西雅图啊，或者那个，或者对西雅图。因为阿拉斯加只有航空公司，只有中转就必须要去西雅图。然后把车子放在那，可能回来过像黄连杰。墨西哥没黄连杰，没啥。这个去大城市没啥玩。墨城的话，它有王林杰大游行，到时候可以。对呀、啊，我说觉得到时候王林杰再去可能好一点。王林杰是墨西哥最有意义的歌手，歌手。嗯。一年就那两三天。11月1号还是3号？10月。对啊，那会儿那不阿拉斯加已经结束了。啊、嗯。我今年必须得到。国庆往后就成人了。啊、嗯，对。我们给吴姐多开一个发给我。哇，好吧，每人一个啊。一人一半。嗯。尝一下，尝一下。这叫什么？巴斯多。巴斯多。啊不，叫什么？多达。多达。多达。这是墨西哥的饮食文化。它比较，虽然不是多大牺牲，但是相比于整个地方好很多了。对，相比整个拉美来说已经不错了。只要有烤肉的地方，我觉得都不会太差。啊、嗯，因为我也去过土耳其，然后土耳其的那个地方，它的烤肉也跟这边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。啊、嗯，也就是饼里面夹点烤肉。我觉得新疆的就跟那差不多，新疆的馕，然后对啊，都比这个好吃太多了。但是那个新疆的那个拉条子不错，啊，新疆的拉条子也好吃，乌苏也不错。新疆的油塔子很难吃，我都不知道什么鬼。哎，在这卡门城的酒店式公寓里，一住住了两个晚上，嗯。看来接下来的行程会比较赶，啊，就是抢劫之后，然后好好的休整了一下，及时调整。感谢胡兄啊，热情款待，虽然他人不在这，这住的环境都相当不错。那酒店式公寓，双人床，啊，做饭有冰箱，有灶台，可以做饭，自行车放在这，还有冷气，真的是外面一个世界，里面一个世界。住的特别舒服啊。